这都7天过去了，怎么还没有消息？小白，你说过过来救我的，不要骗我。唉。 干什么呢？你最近倒是挺无聊的。拿来我看看。你在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这千月洞的地图虽不金贵，可也不能让那萧白拿去。小春花画的图也太难看了。你画的好看，你画呀。我都记得，不用画。